涂谨申议员。主席，我嗰个修订咧就系警务处嘅两项有关嘅开支。咁呢项嘅开支咧就我已经做咗十几年嘅对呢个财政预算嘅修订噶啦。咁当然咧就未竟全功啊，即系咁，但系咧我觉得咧仍然需要將嗰個立場表達得清楚，同埋咧係希望盡量促使咧係政府可以咧改善，同埋咧徹底去改善呢個問題。第一個項目咧就係削減分目000，將總目122即係警務處開支咧削減7123萬。呢個係有關咧警務處嘅投訴警察課全年嘅預算開支。警察投訴課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就是原則上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即換句話說，有人投訴警察濫權，最後就是由警察投訴課自己來到調查。主席，這個以往很多十年前，即因為廉署最近就慶祝40周年，其實40年前的反貪污的部門其實就在警察部裏面，而當時的論據為何說不可以有一個獨立的調查貪污的機構，就是說不是警察是不懂查警察的貪污，亦都是種種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懂查。但是現在都事實證明，就是廉政公署成立是確是不是警察亦都懂得查警察部的貪污，當然廉署不是只是查警察部的貪污，但是當時是用這樣的原因反對將反貪污部獨立出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公信力是誠意，就算那些真是無辜的警察同事，他亦都得不到一個清白，因為社會仍然會懷疑由投訴警察課自己人查自己人，那當然會查唔到啦。咁事實上，警察投訴課嗰啲警察嘅同事係調嚟調去嘅，佢唔係專職永遠調咗過去嗰度，係一個獨立嘅隊伍、獨立嘅部門，唔係咁嘅。換句話講咧，你今日可以喺警察投訴課係查某一單你另外一個警區或者另外一個同事嘅被指控嘅投訴。但是聽日呢，你可能調返去嗰度係可以同佢做返出生入死嘅同事。好多人會救病自己人查自己人，除咗係原則上有可能被懷疑公正之外，仲有就係事實上係有可能係對自己人係有過分嘅同情、諒解與體諒。換句話講，當有一個同事佢以前係同另外一個同事在某一個部門、某一個崗位去一起所謂出生入死的時候，他們遭遇同一個處境，因此從公眾的角度，會不會你是較過分來到同情和諒解你的同事在所謂一個困難處境的時候的情況呢？另外調來調去的問題就是，我們會不會有一招你調返去某一個崗位，你其實係會喺嗰個被調查嘅人做返佢同事或者下屬或者上司呢？另外從法律嘅制度嚟講，因為投訴警察課係同其他嘅警察調查嘅部門係同一個警察嘅部門，因此如果你俾咗投訴警察課嘅口供，根據法律同埋你內部嘅程序，佢係會將投訴者嘅口供，如果呢個投訴者同時亦都係被其他部門、警察部門係告嘅時候，佢會將呢份俾投訴警察課嘅口供係會交俾嗰個調查嘅部門。而因為係咁，好多時就有一啲嘅投訴者就係礙於對佢自己喺另一單案裏面嘅不利嘅可能性，因此佢就唔會喺好早嘅情況將呢份口供俾警察投訴課，以免佢會將呢個投訴課嘅口供係俾警察部門，即係所謂俾翻自己人。但係呢個情況只會係同一個警察部會發生，
但是設想，如果警察查某一個人販毒，而那個販毒者被涉嫌警察查緊販毒的人是向廉署投訴這個警察部門的貪污，廉政公署照落口供，而照同一的時間平衡的會調查警察事實上有沒有貪污，那換句話說呢，就廉署的口供，你給廉署的口供是不會交到去警察那裡，那在這裡呢也都是一個時間差的問題。如果你沒辦法能夠確保投訴警察課是第一時間展開調查，而不影響到投訴者的法律權益，那換句話說，投訴警察課就已經的功能要盡快調查任何的投訴的功能就已經被削弱，而是因為制度性的削弱和限制。曾經在歷史上面，我們說有沒有方法能夠試一下改善自己人查自己人呢？這樣舉個例，曾經在十幾年前是想過會不會監警會說不宜投訴警察課那個阿頭，即是那個首長，可不可以是一個文職的人或者外面請的人呢？這樣以增加那個所謂獨立性。但是最後警察部都是強烈反對，政府亦都呢完全是不接納的。雖知道警察部的同事越反對，出面市民就更覺疑心，更覺擔心。因為警察部的同事覺得，咦，是不是獨立的人查警察的濫權，那警察就會覺得不公平或者是不理想。但是同一時間調轉，在市民的角度，就是當警察的同事越覺得不是他自己人查自己人他就不能接受的話，那市民就更加覺得這個制度是不公正。主席，就是因為這個這樣的限制自己人查自己人，所以政府就希望從更高的層次，另一個層次來到試下去解決這個公信力的問題，就於是成立了，很多年前成立了警監會，或者現在叫做獨立監警會。但是個情況沒辦法能夠徹底改善，個原因很簡單，監警會我幾年一路都講，就算佢而家法定化之後，佢最後仍然係一個三無機構。點樣三無機構呢？就係冇調查權、冇定案權同埋冇處分權。政府只係將啲程序法定化，但係仍然唔肯俾調查權、唔肯俾定案權同埋唔肯俾處分權監警會。而曾經過往我試過問過政府，可唔可以俾一個第二調查權俾監警會呢？即係換句話講，第一調查俾返投訴警察課，但係當監警會仍然係不滿意呢個調查結果，而認為應該由監警會進行獨立調查，先至有所謂第二調查權俾監警會，咁得唔得呢？政府都話唔得。換句話講，政府即係話呢係堅持監警會只是一個沒有調查權、沒有定案權、沒有處分權的所謂一個監察機構。主席，這個沒辦法能夠補救到投訴警察課是自己人查自己人這種這樣沒有公信力制度的現象。即使是監警會，我要引述前警監會的主席黃福音，御用大律師、資深大律師，他是做了六年之後，他公開講，在公開的場合講，他說監警會只能夠保護警察繼續濫權和消除濫權的指控，並不能保護市民的權利。主席，是由一位做由政府委任做了六年的資深的律師，詳細經歷過監警會的職務之後，他產生的結論。主席，我知道我這樣不是說抹殺監警會的包括本會的同事和其他的社會人士，希望在那個法定的程序裡面的局限性都盡量做多些事，盡量去多些巡視，盡量
檢查多啲嘅程序，盡量去有 file 嘅時候，盡量睇得仔細啲。但係如果嗰個調查前線嘅調查程序仍然係由投訴警察科進行，冇一個獨立嘅專業性嘅部門嚟到去調查投訴警察嘅話，我相信係並唔能夠令到市民係信服。所以呢7100萬係枉花嘅。我哋好多時候，我哋要威一啲市民，佢並唔相信投訴警察科，我哋要威佢哋去投訴。點解？因為如果你連投訴警察科都唔去投訴，個答案就好簡單。下一次投訴警察科就會話數字跌咗，警察濫權少咗，所以就係警察一路進步。咁所以為咗唔好將嗰啲投訴掃喺地氈底，連投訴警察科都收唔到呢個投訴數字，我哋有時係要費盡好多唇舌。即使我有時俾啲投訴人引述我而家嘅說話，我仍然叫佢：你當佢假嘅，你都去投訴。否則嘅話咧，就我哋推動去監察呢個警察濫權係更加困難。主席，我都嘗試盡量喺呢個頭嘅十五分鐘講埋呢個第二磅項目，就係、是、削減122分目103酬金及特別服務。主席，簡單嚟講就係呢8000萬唔係淨係線人費，因為咧係包含好多神秘特別嘅開支。佢既唔係保安處裏面嘅人手開支，因為嗰啲另外一錢，又唔係所謂俗稱狗仔隊嘅刑事情報科嘅開支，亦都唔係購買一啲電信機密嘅系統同電腦嘅搜尋系統嘅費用，因為呢啲另外幾多億全部另外撥嘅，亦都唔係技術服務組嘅竊聽啊等人手嘅開支，所以呢8000萬係冇人知究竟係做乜。當然你話佢會唔會一部分係線人費，譬如去買一啲情報、毒品、黑社會有嘅，但係如果冇一個好嘅監察，我哋係點樣可以信納佢唔係做緊一啲污糟喇喳嘅政治嘅監察呢？個原因好簡單，因為歷史上呢一筆費用就係港英時代特務部門嘅開支，而審計處從來都冇做過一個獨立嘅衡工量值嘅審計。每年警察部走過場，所謂處長巡視、副處長監察或者副處長管理同嘅突擊嘅檢查，由2011至2014年全部都一樣數目，就係警務處長8次，副處長行動係10次，副處長管理係3次。如果係突擊檢查，點會咁啱3次數目都一樣嘅呢？相類似嘅情況喺廉署，起碼有一個 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係會審查一啲機密嘅情景同埋係行動，但係警隊卻沒有。主席，23條未立法，其實呢幾年保安處嘅人手、刑事情報科嘅人手、購置電訊同電腦嘅人手係不斷增加，其實已經係敲響咗一個警號，究竟係咪23條未立法，政府已經將有關警察部門嘅架構人手已經係預備咗為23條嘅立法嚟到做監控嘅工作呢？換句話講，這個特別服務支出嘅8000萬其實已經係撳住嚟，唔增加咁多，就已經係暗度陳倉，將其他嘅部門嘅人手大大增加，以反恐嘅名義嚟到做掩護。因此有一個合乎法律嘅程序，應該係俾本會喺保密之下能夠去審查有關嘅開支，係刻不容緩。否則嘅話，這個8000萬就有可能係做一啲唔見得光、對唔住市民同埋政治監控嘅工作。主席，因此必須刪除。